互联网环境对障碍要素在中国和东南亚十分罕见。PromNet 对国家间目前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。PromNet 能够在客户端、服务器网络和 P2P 网络方面为您提供一体化网络系统。使用 PromNet 从无线网转变为蜂窝网的情况，网络可以自动恢复，此过程中丢失的数据自动恢复。PromNet 对通信加密、压缩、远程函数调用、控制通信量、时间同步化，为开发多人游戏提供有效的功能。PromNet 提供服务器对服务器网络和数据分享模块，您可以更加便捷地设计和实现游戏服务器集群。PromNet 提供数据缓存模块，您可以更加轻松地编写个人数据库访问代码。您正在开发一款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吗？您是否正在深受各个游戏服务器进程的性能瓶颈之苦呢？ PromNet 利用数据服务器的所有 CPU 核心，攻克了单个进程瓶颈，实时在线多人游戏的强大服务器和网络引擎，基于长期技术经验积累的稳定性和便捷性。与 PromNet 同行，您的开发梦想，携手 PromNet 智能开发与您同行。PromNet